咏春实用招式教学。阿叻，今堂咧就教翻史远头嘅土地，一下半塌嘅，因为之前有一半噶嘛。跟住学翻下尾段嗰度啦。收起落马，马蹄只脚一、二，调膝提肛收腹。好，开始左大摊手，单手捆手收拳，左手日字中拳，单手边手收拳，右手日字中拳，单手边手收拳，左手摊手边手蹬。拉回来第一次復手，邊手一蹬，拉回来第二次復手，邊手一蹬，拉回来第三次復手，邊手一蹬，拉回来阿側掌，拉回中間正掌攤手，邊手收拳，右手攤手，邊手一蹬，拉回来第一次復手，邊手一蹬，拉回来第二次復手，邊手一蹬。拉回来第三次復手，邊手一蹬，拉回来阿側掌，拉回中間正掌攤手，邊手收拳，左擒手右擒手，擺手後面後按掌，擺翻腰挨住個身前按掌，左搭雙拿手發手，右搭咗雙拿手雙掌手，高攤手雙疾手標指手長條疾手吊提手收拳，上次玩到呢度噶嘛，好打側掌，左手拉回中間。横掌单手边手收拳，右手打侧掌，拉翻中间，横掌单手边手收拳，左手摊手枕手刮手挠手边手横底掌，高摊手边手正掌摊手边手收拳，右手摊手枕手刮手挠手边手横底掌，高摊手边手正掌摊手边手。收拳，跟住左右拍落去，玩到呢度，明唔明 ？OK， 好型喎，啊，嗱咁咧就一定要赞好我呢条片啦，未 subscribe 嘅记得揿呢一个掣啦，揿埋隔篱个钟仔，我有新片出，第一时间通知你。